跌眼镜。八岁被沈殿霞捧红，十五岁被父母劝退，如今平凡了24年后，竟然模样长歪了。他现在是航空公司小职员。在娱乐圈中，因为角色的问题，也出现过不少的童星，虽然他们年纪小，但是其中有些孩子演起戏来是一点都不差，甚至比现在很多成名的演员都要好。而在早年的香港娱乐圈中，关佩琳算是一个知名的童星，其最为经典的代表作莫过于当年的《富贵逼人》系列电影了。而这部剧的头牌明星正是当年红火的沈殿霞，关佩琳也算是受到了她的护荫吧。当时的关佩琳虽然年纪小，不过演戏的经验也算是颇为丰富，加上小时候的关佩琳颜值是相当的可爱，让她受到了不少观众的欢迎，而且在业内的口碑也是很好。当年的周星驰就对她是疼爱有加，合作了《望夫成龙》之后，对外界是赞不绝口，直言关佩琳相当的优秀。按道理来说，关佩琳在圈内的发展是一帆风顺，在8年时间里就拍了12部电影，其中不少还是经典之作，票房口碑都是相当的优秀。不过在15岁的时候，关佩琳却宣布退出娱乐圈，不再出来演戏，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父母不想他再在这个略显混乱的环境中继续成长，想要他过上更为平静的生活。在那之后，关佩琳的生活开始回归正轨，不再受到外界的骚扰。如今的关佩琳已经是39岁了，依然在航空公司当住普通的职员，虽然不算是大富大贵，但是相比起明星来说却是少了很多负担。不过令人比较遗憾的是，当年那么可爱的关佩琳如今算是长篇了，早已没有了以往的可爱感觉，还真是岁月不饶人啊。